同样迎接新年，三一乡公所也在元旦当天举办了花海健行、田埂寻宝的福袋大放送活动，而参加的民众有机会可以获得摇摇洛克马、武林赏樱三星出发的车票以及住宿券等各项好礼，所以民众可要把握机会。来三星不仅能看花海，而且还能寻宝。三一乡公所明年的元旦将举办花海健行、田埂寻宝福袋大放送活动。参加的民众将在九点在三星公园集合出发，在健行的路线当中，将在三个花海区内暗藏福袋100份，让赏花之际更酝酿一股夺宝大作战的气氛。这个所在哈，还保有咱这个农村的这个原味甲气味哦，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哦。所以这所在真规划，大家会当开车啊，会当啊骑自转车，也也是来一抓啊健康走走。哦，啊，你会当来这个所在吼，啊去啊野餐，啊是泡一下茶吼，啊，所以讲咱公所特别规划吼一条要有大家去花海健行的差不多2公里的路线吼，啊，所以咱来办一个花海健行田埂寻宝器吼，所以咱这个路线当中吼，咱来弄个放一挂即个宝物吼，要有大家去找宝物吼。啊，这个宝物啊，互你哪看花海当中吼，会形成一个就是寻宝大作战迄个气氛啦，真趣味。福袋奖品相当丰富，包括了小洛克马5只、武林赏樱三星出发车票20张、明老民宿免费住一晚共有3间，以及有机米、有机葱等等。这寻宝吼，这宝物吼，咱一定有100个这个福袋要大放送哦吼。啊，这个福袋当中呢，啊，第一有咱这个，哎，有这个摇摇乐客嘛，吼，咱囡仔摇摇乐客5只，要有奖赏大家，这种唱起残花卡吼，啊，还有啥，啊，还有吼，这个要送大家要去武陵赏樱的这个招待券，哦，啊，还有咱免老民宿提供的吼，啊，要有三位吼，要有大家免费去啊住民宿吼，等等等，真济吼，首先啊来报名吼，咱有奖100名吼。都要送你100啊银两，搁要请你吃葱仔饼。三乡公所延续去年的热潮，今年打造120公顷的地景花海，明年元旦起一连15天热闹登场。前100名预约报名的民众，公所在加码送银柳一束，有意参加寻宝者可洽询三星乡公所农业科。大家一起来寻宝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